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富翁摇钱树》，赚钱真快速。今天大盘压回来，我想这个盘只有一种人可以赚钱，相信自己的人。我们先来看，为什么今天你看到昨天美股的上涨，台股今天的 K 线反而是没有过高，距离前面高点8265只差10点而已，那为什么过不了？投资朋友，为什么过不了？为什么？重点在我昨天所告诉你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昨天 K 线里面，你看到什么？这是个上升楔形，而这个上升楔形的高点，我怎么讲？这是一个回抽之后上档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压力，刚好今天还是一样顶到过不了，对，这昨天跟你讲过了哦。那我昨天怎么讲？我们要放近一点，对，放近一点，有没有上升这个地方顶到？好，那我昨天怎么讲？上升楔形的回抽，上档有压，为什么？摩根没过高，韩国空头三星，所以整个格局是什么？进入一个横向盘，而这个横向盘，请小心。你看到大立光的涨停，那是营造大盘的假上攻，这是我昨天写的。昨天大盘是涨的，对不对？我讲的你信不信？你可能还是不听啊。所以一言为重，千言无用。我讲的那一句话，你听进去了，你相信的，受用不尽。讲的再多，你耳边也像耳边风而已啊，那也没用啊。所以说，老师啊，今天为什么该涨没有涨？为什么？你说是中秋节之前大家会怕，那不如说，我最近提醒你的上升楔形的一个回抽。那么你要去注意到的是，第一个，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，从摩根来看，从韩国来看，就是说美国股市的上涨，它带动到除了台湾以外，亚洲股市里面的韩国，人家为什么没有激情？你台股在爽，那理由到底在哪里？所以我们把台股里面的内容的部分，从现货、从期货、从摩来指，用多角度去帮你做分析。我想我们讲的都是为你好，我们所讲的都是在一个分析的一个角度，而不是给你做生意。好，那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印证，那么我们怎么讲？还有大立光啊，你昨天追大立光的，昨天怕死了，有没有？今天大立光是打下来，都印证啊。所以把时间拉到更早之前，9月10号，当时我讲过99变盘，在这个地方的位置点叫做8238。今天高点多少？目前高点多少？8255，前波也还没过。好，那当时我说99变盘，那这个变盘的情况是，这个圈套里面走个上升楔形，而这个上升楔形会跟前面很类似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过了哦。好，那这个地方93号，我讲什么？它有两个转折，哪两个转折？我们把它放近一点，什么意思？就上升楔形它开始贯破之后，怎么贯破？有 ，yes， 还有，是否为九死双肩，一半一半，并没有，还有，观察是否下杀取量，没有，所以我认为怎么样？盘势还有的磨。所以下个礼拜有低点可以补，但也有高点可以空。什么时候讲的？93号。上个礼拜你看到黑 K 棒贯破上升楔形之后，我怎么提醒你？还有的磨。所以它会出现两个转折，而这两个转折你看到什么？在有没有打下来一个转折，上去之后再出现一个转折。好，所以在9月13号我们讲过之后，有两个转折，还有的磨。14号是打下来了，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我怎么讲？礼拜一有消息面，多空大厮杀。什么消息？美国 Fed 伯南克下来之后，新的候选人那个有人辞职，对 ，Summers 他说他不选了，所以。这个消息面让整个台股今天受到美国而涨，但涨完之后我怎么讲？
如果是多空大厮杀，那么当你避开之后，找寻另外一个空点，而上面的低点的转折，我是告诉过你，下来有个转折，上去之后还有个转折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吊人量缩？是吊人线，然后量缩，为什么量又没挤出来？为什么？先看我在今天早上我所讲的，这是今天的台指期十月份，这边叫8205。好，早上所说的，昨天拉高，它是一波走势，今天我们认为它预估也是一波走势。去开低往上拉一波走势，好，那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怎么看它不是再拉高就是一波反噬，那我们从开低研判后者为大，所以当时我们看法是什么？你先以8205为关卡的观察，而这个关卡就哪里？就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今天的空间没有很大，但至少你知道8205是关卡，这个关卡如果没有破，没有破之前，基本上它可能是往上做一波走势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嘛。先以8205，那我在昨天的传告里面怎么讲？11点到1点就13:30，会有卖压出笼，作为观察反噬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早上开低之后，先以8205观察。然后再以时间11点到1点，就这个时间，观察它往下做反噬的力量大不大？如果不大，就往上拉嘛。是告诉你11到1点为出笼，观察反噬的力量。好，所以你说老师啊，为什么今天会拉？重点是拉完之后怎么样？我的看法是，今天开低走高是一波。而早盘不破8205不做反噬，所以今天收掉人内运预告什么？明天变数大。好，明天变数大，你把我说的给记起来。所以投资朋友看清楚了哦，明天的变数会很大，该怎么操作？你一定要小心谨慎。而这个谨慎的做法是怎样？短线谨慎，长线大胆。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今天只布局了金融，台指期今天没有动作，我们没有动作，没动作。十月份我们还没动作，所以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操作以分短线跟长线来看。好，那我把我的规划跟你讲了，那一般的散户会怎么想？会想说，老师啊，外资在连续15天大买，破了1000亿，那我们看到。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，外资大买，股价在高点，相对高点；外资大买，股价相对高点；外资大买，股价相对高点。如果我把这个遮起来，投资朋友是相对高点；但如果我把这个遮起来，你这样看，是就是外资积极看多，积极看多，积极看多，有没有？积极看多，好。所以过去你说的8439、8265、8255。当时所出现的高点都是外资那个时候连续大买所造成的，所以你要观察是看外资还是看关谷券商。很抱歉，关谷券商在昨天是大卖29亿，是7月12号以来的最大。7月12号在哪里？就这几天，这几天的现形，我们把它放近一点，是长红棒，然后内运。阳线掉带人，掉这个所谓带吊人线，这个线型跟这个线型是不是很像？有没有？我今天不用这个荧光笔画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我要让你看清楚过去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有没有相似之处。如果有，你要怎么做？我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有句话这么讲：一言为重。千言无用，言重则信重，信重有大用。就我说的话，就算是一句话，它很重听，很受用。你如果不听，那么也没用啊，讲的再多都没有用。
我讲的话你听进去了，就算是一句话，你相信了，相信之后就会有大用。你看到这是一个人在那边挖，这边是钻石，有人是挖到挖的挖挖挖，挖到快摸到了，再挖一步，钻石就跑出来。结果呢，他算了，回家去吧，他放弃了。而这一位还没到，但是他相信，一路挖，最后这个人放弃了，这个人拿到钻石。投资朋友，所以我跟你比喻的东西是什么？就现在你可能说，老师啊，钻石我还没看到啊。当然啊，你只差一步而已啊。你在这个地方回头，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做坚持，到时候结果答案都不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中秋节过后的事。我认为在中秋节之前，它跌不下去。你说会有卖压，那个卖压是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中秋节的不确定性，而这个不确定性是来自于什么？道琼指数。目前你看道琼指数前面高点只差那一点点而已，所以中秋节的风险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于美国股市，它如果能够冲过高点，或是冲不过高点往下做打下来的风险，这就是你中秋节所面对的风险。你要去想你要怎么做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中秋节之前有25档股票，增资股要做出笼，把它放近一点，对，放近一点，会有25档股要做出笼，所以请你去小心后面的一个问题，投资朋友，该讲的我都讲了，听不听在于你。就如同说金融指数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来到前面高点，前波高点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怕，老师啊，万一上去怎么办？你看当时的地方，十二月的时候爆出大量，915.7之后的这个区间，这一段、这一段、这一段、这一段，它告诉你什么？这是个大箱型，而这个大箱型里面，过去只要来到相对高点，都会打下来。这一段、这一段、这一段以及未来的这一段，都是你发大财的机会。你相信了？严重则信重，你相信的则有大用。投资朋友，我不知道你信不信，但是我必须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因为你现在看到十二月的大量，让整个金融指数做个高档的一个大箱型区间，但重点每一次的高点的大量，看到没？量是越来越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你说这个箱型的区间，它有没有可能永远是这样子？不可能。它如果一旦是属于这一波高档做头的最高点，因为量缩了嘛，往下杀，那么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将是全市场空在最高点的。你把我说的给听进去，所以不要每次总是后悔，就像是股票一样啊。我告诉过你，华亚科卖，你听不听？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？为什么？老师啊，这根本 key。这种烂股票，12块的股票，华亚科我买我还要全额交，我还要全额交割，我不能够用融资，我买的卡住了，这个股票我不要。好，一言为证，千言无用。我讲的再多，如果你都不听，2个月不到时间，上涨了到16.4，前波高点16.8，只差4毛，2个月不到60%。你要不要赚？60%你要不要赚？所以你说行情的操作，为什么你赚不到钱？华亚科来到16.4，回头一看已经大涨了60%，在4毛就创新高。这一档是市场有量有价最强的狠角色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打出这漂亮的一战。华亚科3474，华亚科。所以一言为重，你言重则信重。你相信了，信重则有大用。我知道华尔科你可能不敢买，而且你也不敢买，不想买。说老师啊，中股票那么便宜，我想买高价一点的，因为我想买公司赚钱的。好，你买公司赚钱的，你可能会去选哪一档？选这一档 TBK。TBK 是很赚钱的公司哦。结果你看到什么？今天大盘涨，它还在破底，破300块，
到265，为什么？市占率低于预期流失。之前是跟你讲过 ，TPK 我们从600多块一路看空，看空之后这一段抢个短多，这样抢短多，335卖掉之后，股价开始回档，灌破平台低点。那个时候我们在高点，4月份的时候是看空，有没有？600多块，有没有看空？放空赚的快，看空，然后看空之后反手做多，卖掉之后反手再看空，反手看空破线之后。又抢短多卖335，卖完之后杀下来305，后来又跌停板。好，那为什么 TPK 要跟你讲说我们那个时候要卖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缺口，大盘要过高，结果它反而逆势弱势，有没有弱势的空头指标？所以小心 TPK 可能会走什么？宏达电第二，什么意思？宏达电过去从1300块杀成200块以下，投资朋友 ，TPK 为什么会跌？在昨天你看到破拉上去，尾盘再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破往上拉是避免停损卖压，而尾盘往上拉是预留今天做逃命之用，所以开高有人先卖，又杀破底。所以很多事情是细节，它决定关键，而关键会决定你的成败。如果你有 TPK 的人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你看要怎么做。因为我跟你讲过的东西，如果你都不听，那么我也没有办法。就像是大力光一样，之前我说要放空，你说老师啊，1000块的股票可以放空吗？我放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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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杀破，长黑灌破，长黑灌破。的理由为什么？是放空灌破，理由右肩十字喋喋子母夜星九死双肩，很多讲完了你又不听，我讲了你也不听，等我开始放空灌破的时候你相信的。投资朋友回过头一看，1070放空，8月23号一路放空杀到908、910附近回补，回补完之后礼拜一拉涨停，锁了1000张，会怕？投资朋友，你会不会怕？你如果会怕，那是因为你看到消息面，哇 ，iPhone 预购不俗，然后今年上看60块，今天打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反而是直接开低再往下杀？为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为什么？你要去注意它，大力光。跟 TPK 我们来做比较，在昨天拉涨停，今天反而是个子母线。我们来看，你知道大力光今年赚多少吗？目前前半年赚 28.96， 股价在1000块。他说今年会赚60块，我认为有点夸张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看到这我昨天讲的嘛，有没有？大力光预 EPS 3.60块，前三季28.96。我认为是有点缺虚，做逃命。好，今天股王杀下来，为什么这么讲？你看到 TPK 去年赚多少？赚了44块，大力光去年赚了41块，结果当时去年的 TPK 大概在300、400、500多，大力光也是300、400、500多。好，那结果今年你看到大力光赚28块 ，TPK 只赚23块多，差没多少。大力光在1000块，而 TPK 你知道多少钱吗？破300到200多块，你知道在讲什么吗？公司两个公司赚的差不多，一个28块，一个25块，其实差没多少。可是，一档股票股价在1000块，一档股票是300块都不到，差三倍，不是大力光高估，就是 TPK 低估。到底是大力光高估，还是 TPK 被低估？所以我跟你讲东西，如果你都不听，那么我也没有办法。等你真的看清楚之后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思虑熟则得事理，得事理则你必成功。所以投资朋友，操作逻辑很简单，你跟上脚步，不要随便乱做。就像英业达一样，英业达昨天拉了那么高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强啊！我怎么讲？股价上涨之后，后面的跟单没有买力，无力。今天打下来，你敢不敢空？我们今天空28.4，
call讯都有 28.4。 好，放空之后杀到 27.5。 投资朋友，为什么我要空？你看到我们之前跟你讲说英业达空29块，空完当天跌停板27，隔天再杀26.7，26.7我们补27块，补完之后上去，今天再空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可以空，投资朋友？所以很多事情都跟你讲过啦、啊。英业达你看到什么？翻空最后爆红线，黑三兵，乌云罩底，高档箱型震荡整理。所以整个操作逻辑没有很难，你一步一步跟上脚步。新的合约开始，那是你的机会，务必跟上脚步。我们待会再回来。他来到新庄郑都新，我坚持在1000多坪的纯住宅区，只盖一栋建筑，为了追求最好的生活品质。你的邻居是万平公园，中港立体，雅欣盖房子，放心一辈子。一户一梯厅，雅欣向上，8521-8111。城东投顾就像以推树又树以全力电器审视关心度时，翁老师独创税型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税型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，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城东投顾值得托付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城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，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。城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，城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最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你看我钞票所写的一言为重，千言无用，言重则信重，信重有大用。我知道有问我说，老师啊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不是说这盘会跌吗？没有跌啊，投资朋友，我是告诉你99变盘，在9月9号以后我们开始放空，有没有？我是告诉你9月份我们有空有补，动作快，台指期的部分这一波虽然急涨，但我们没有被嘎到。为什么？我们只是没有做多重要这一波而已啊，所以老师我会再加强努力。那我帮会员掌握到台指10月份的方向，感谢支持。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我们公开讲。我是告诉你99开始之后大举放空，有没有？放空放空，有空有补，有空有补，动作快，是放空放空补，是有没有补？有，放空放空放空是有补。有空有补，放空放空补，有空有补，放空补，有没有？放空放空补，有空有补，放空放空，有空有补。然后这一笔昨天有停损，29点、59点，看到没？对就讲，错还是公开承认。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一起来打拼的伙伴。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你再往前推，这是钻石，那么多的钻石都在你前面。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开始放弃，往回头走，那么你就与钻石无缘。你相信我，一言为重，言重则信重。你相信我所说的，你一路往前挖，
那么钻石就能够让你搬回家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关键的一刻，中秋节之后那是准备完大的，你必须把你的动作给做好准备，而现在正式跟上脚步，我们一起来赚钱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预防狂犬病，请不要接触、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。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，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，并立刻用清水冲洗、消毒伤口，赶快就医。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，更不要抛弃它哦。预防狂犬病，多点警觉，多点安心。相关疑问，请拨1922防疫专线。陈通投顾。就像以推术用术以全理辨器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遂行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遂行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受用不尽，看准三日行情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陈通投顾，值得托付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陈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，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，陈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打完疫苗就不怕狂犬病了？是啊，每年定期施打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狂犬病。那我能带宝贝去爬山吗？哎，还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山区，否则还是有感染的风险。那该怎么办？只要遵守二不一要原则，就能避免感染，不必过度紧张啦。这样宝贝就不。